快形容。上一回我哋讲到赖布衣见邓氏孤儿寡妇，连一副棺材都冇着落，又睇过个细路嘅生辰八字，条命呢系生辰一生未贱嘅。咁赖布衣心长远，唔忍心见佢哋孤儿寡妇凄苦一生，就决定为佢哋扭转命运啦。嗱，呢一晚邓氏将佢嗰张木板床让咗俾佢哋瞓，自己呢就抱住个苏克坐喺厅中守灵啦。咁呢张木板床啊，同停放尸体嘅地方呢，只系一板之隔啫。邓氏嘅悲苦喊声又不时咁传过嚟，再加上田野寒风呼呼，赖布衣佢哋又点会瞓得着呢？嗱，咁司徒德见赖布衣辗转反侧，知道佢瞓唔着，系为咗咧邓家废杀师娘嘅，咁啊，于是细细声咁问佢啦：，诶，大师啊，瞓唔着啊？唉，系啊，系唔系仲谂紧办法帮邓家呢？系，唉，呢件事真系几艰难。邓家一无祖业，二无福分，三无财力，要助佢前程，唉，真系费煞思量。唉，但系既然已经应承咗，老夫系唔可以反悔。而家我谂紧一个筹款嘅办法。各位，各位啊，大家留意，张大爷嘅千金忽然染上怪病，经好多位名医睇过都冇起色。各位如果有办法起死回生，张大爷自然重重有赏。各位。呢个张大爷一定系得一粒女，眼睇住性命难保，急到癫顶啦。如果唔系啊，又点会咁张扬求人帮助啊？唉，谂落世间有钱都唔系好事，而家佢爱女病危。就有钱都难保命啦，啊！睇嚟都系粗茶淡饭，身子冇病冇痛好啦。唉，啊，有啦！做咩大师？你做咩成日叫人弹你啊？邓家嘅棺木有着落啦！啊，我要去一去张家。大师啊，你话咩话？你真系要去张大爷屋企救人？老夫正有此意。大师对医术是门外汉，这件事不是说玩的，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，被啲大户人家反咬你一口，我说我们谋财害命，那就挨官司的了。况且我们初来报道，人生路不熟，要走就都没路走了。是的是的是的，大师德叔说得对的。你两个不用担心，老夫自有主意的。你两个即管在这里等我、但凡有任何人送嘢来，你们就全数替老夫收下，等我回来发落。是咁啦，我去啦。哎呀，喂，二牛啊，大师呢次去唔知时吉时凶噃，我哋快啲打点下啦，随时准备走佬啊。德叔，或者大师真系精于医术呢？放屁啦！我哋跟咗大师咁耐，几时有听过佢精于医术噶？我睇啊！他一定是想找副棺材给大嫂，想到癫了才出此下策，他呃张大爷几两银都未顶啊。这件事万一穿了，我们要洗干净等坐监了，还不走等什么啊？那不知道大师现在怎么样呢？
张某人喺锦田富甲一方，年过半百，只得一粒女。佢今年16岁，我当佢系掌上明珠。点解忽然之间得到个怪病？唉，女啊女，你千祈唔好有事啊！老爷啊，你都唔好咁担心啦。我哋已经请咗10多位大夫嚟睇过，都揾唔到病因。老爷你又唔食又唔瞓，如果连你都挨病埋，咁点算啊？唉，夫人。个女病成咁，我又点放得心落呢？系啦，个女而家点啊？唉，食咗药都仲系冇起色，成日昏昏迷迷。唉，一阵就咔咔声咁笑，一阵又呻吟。哎呀，我发散人周围打锣，揾人嚟医个女，究竟有冇人嚟过啊？啊？唉。冇啊，老爷，老爷，呢位先生话嚟医小姐嘅病啊，真嘅，咁出嚟，唉，睇佢一副寒酸相，咁嘅人点会系个名医啊？唉，既然佢嚟到，即管俾佢睇下啦。咁都好过坐以待毙嘅。呢位系张大爷系嘛？老夫又嚟又嚟又嚟。请问先生喺何处高就呢？嚟呢度系咪想行医济世咁啊？凡世人欲救人者，皆有医者之心。张大爷既然有心救女，点解仲要拖延时间呢？不如带老夫去睇下啦。系系系，请先生跟老夫嚟啦。这个后院都几清幽。先生，小女间房就喺前边啫。张小姐归房，窗前种咗啲竹，枯枝盘踞，非常苍劲。咦，呢啲竹树嘅树身都系迎向小姐嘅归房嘅。到啦，先生，请请请。好好。你哋扶小姐只手出嚟，等先生把脉。系。先生，请为小女把脉。系。事到如今，装模作样都要噶啦。等我把脉先。点啊，先生，我个女系咩病啊？大爷，可唔可以俾另外嘅面貌我睇下呢？老夫要睇清楚佢嘅面相，先至可以下药噶。好啦，你哋揭开帷帐俾先生睇下。知道。这位小姐面貌清秀，瓜子口面，如果平日一定是一位绝色美人。但是如今面容枯槁，奄奄一息，大有油尽灯枯之兆。而且面容之中有一层青气，好古怪。得啦得啦，张大爷，我哋翻出去先。好啊，你哋小心睇住小姐啊。知道啦，老爷。请。先生啊，我个女究竟系咩病啊？
另外一个病是不是在八月中秋起的呢？是呀是呀，先生你怎么知道的？老夫既然来得，如果没回两下散手，岂不是贻笑于人？而且我还断定凌千金起病的时候，一定是很喜欢见到青绿色的东西。是呀，他那天早上成日说要出花园，他望着那支竹入晒神，过了几天就昏昏迷迷的了。先生一定是已经知道来龙去脉定了，希望先生设法相救，再下就算是倾家荡产亦都在所不惜的。先生即管吩咐，再下一定遵从的。要医治千金的病就要双管齐下。一要用药，二要镇邪。如今我将需要的嘢开张单俾你，大爷就叫人立即配齐，送去本镇东邓氏草室之中。嗰度有老夫嘅同伴接应侍候，送药嘅人每一味只准一个人送去，千祈要记住。咁就请先生开列清单啦。好，咁我就开列清单。泥炉、乌头、砒石、红黄、蜘蛛、蜈蚣、蜥蜴、水蚤先生，先生所开之物，净系一味就足以致命，何况要咁多？加加埋，真系十条命都冇噶。先生呢啲系咩方啊？小女条命就喺先生手中噶。张大爷，你放心，老夫自有主意嘅。虽知处方之道，一定要有规矩，方中所用主药呢就叫做君药，次药就叫做神药。如今君药早已经在老夫同伴之手，这些毒物不过是辅助之物，而且医道之中有一奇艳之方，叫做毒攻毒。此法虽然灵验，但是若无根基就不敢乱用的。咁先生一定是很有根基的人啊。好啊好啊，请张大爷立即叫人去办妥，迟了恐怕另外有变。你们听着啊，叫齐所有的家丁，每人负责去买一味药啊，照足单上边的份量，每样都要三几斤，尽量手购，买了之后就送去镇东邓氏草室啊，快点去。仲有啊，张大爷，咩呢？你吩咐啲人喺张府每一个角落燃点起元宝蜡烛香。好啊，老夫立即去办啊。六姑啊，你知唔知道点解咁多人送嘢嚟邓大婶屋企啊？唔知咧。哎呀，听讲张府啊派好多家丁喺镇上大量搜购各类型嘅毒药，送嚟邓大婶屋企，哎呀，唔知做乜咧。系咯，哎呀，搞到成个镇嘅人都知道晒啊，人人走晒嚟邓大婶屋企睇热闹啊。邓大婶的老公啱啱死了，他哋平时都穷到窿噶。
啊，而家剩翻孤儿寡妇，啲人诶怕佢开声借啊，冇人嚟睇下佢哋嘅。哎呀，咁啊系啊，如果唔系嚟睇下热闹啊，俾我啊，我都唔会嚟呢度啊。喂，赖先生要个药送嚟啦，请出嚟接收啦。喂，阿二球啊，又有人送嘢嚟啦。哎呀，赖大师搞到咁大阵仗，你睇。出边围咗几十人睇热闹啊！呢间草屋差唔多都摆满晒一包二包送嚟嘅药材啊！德叔啊，咁而家点算啊？既来之则安之，咁大师一定有佢嘅作用嘅、啊，我哋照收啦吓。呢位阿哥啊，摆低得啦，唔该你。摆低啦，我摆呢度啦吓。好，唔该吓。喂，阿二牛啊！吓、啊，你头先诶拆开咗几包睇过啊？咩嚟噶？系啲毒蜘蛛啊、蜈蚣之类嘅奇毒之物嚟噶。哇，咁多毒物，如果真系煎成药，一千只牛都毒死啊！大师梗系癫咗定啦？理得佢癫唔癫？横掂都唔使我哋俾钱。啊，呢一大包小包摆满呢间草屋。啲味道合埋又几好闻喎、如果真系要出钱去买，恐怕要三几百两啊！嘿，你仲谂埋呢啲嘢？我就担心啊，大师喺张府都唔知甩唔甩到身啊！先生，你要嘅药，家丁已经一一办妥，送咗去邓家啦。咁而家又点呢？咁就好啦。嗱，呢度有一封书函，你派人送去邓家，交俾一位姓司徒嘅老人家，佢就会替老夫打点煎药嘅事噶啦。你信送咗去之后。就立即翻嚟禀报，切记。系，你听唔听到啊？仲快啲去啊！系，呢个人搞咗大半日，都唔知佢搞乜，都唔知系咪混吉嘅。不过佢话我个女个病，又讲得头头是道。连近身丫鬟都唔知嘅嘢，佢都知道。但系话佢识医，佢又古古怪怪咁，搞到咁大阵仗。唉，我都未听过咁古怪嘅药方嘅，全部都系奇毒之物，而且仲惊动全镇嘅人添。试问世上点会有咁大气势嘅大夫噶？唉，不过点都好啊！而家唔搞都搞咗咁多嘢啦，又忍到一阵系啦。先生，跟住仲要做啲乜嘢咁呢？张大爷唔使咁心急，老夫断定零千金喺午夜之前。一定会冇乜大碍嘅，等老夫嘅同伴送咗药引嚟，就可以立见奇效噶啦。我哋都系耐心啲等候吧。好啊。老爷，我带咗先生嘅同伴嚟啦。系药引送嚟啦。喂，赖大师啊，你搞乜鬼噶？万一有咩三长两短，连老夫都变成送上门嘅羔羊啊！司徒兄，
你放心啦，嗱，你而家翻去叫埋阿二牛奶，等住享受一餐丰富嘅酒菜啦。咁啊，好啦好啦，我去啦。先生既然仲有同伴留低喺邓家，咁等我派人去请佢嚟咪得咯，唔需要呢位老人家走来走去啦。你快啲去请埋佢哋嘅同伴嚟，快啲去。哎呀，弊啦！呢、這个张大爷一定担心人质唔够，连二牛都拉埋嚟赔罪啦。啊！但系睇赖宝依嘅神情咁淡定，都唔知佢求乜鬼喎。嗯，如今天色都已经黑啦，系时候啦，张大爷。请你叫人在小姐的闺房摆设香案。哦，你们快点在小姐闺房摆设香案。是啊，去啦。嗯，好啦，我都要去沐浴更衣。嗱，张大爷，点呢？一阵我就在小姐闺房作法，如果你们听到有啲咩动静，都唔好轻举妄动，知道吗？知道知道。各位，赖布衣讲完之后就去沐浴更衣，他披散头发，在小姐闺房门外的丝竹林念念有词一阵啫。哈，咁奇怪的事就出现了，咁究竟有咩奇事呢？张家小姐的病又会不会比赖布衣医翻好呢？而赖布衣又点帮邓家扭转命运呢？这一连串的问题都会在下一回有所交代。请请。赖布衣传奇之九龙初现第四回，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。叶世雄监制，吴伟源编导，奇川编剧，并且由陈炳球、温泉、翟耀辉、林有荣、陈德信、曾永强、朱曼子、吴宗泰、钱佩佩、车心梅等联合扮演，现在经已播送完毕。